下面请您欣赏左右为难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、冯阔阳。谢谢啊，感谢大家。认识吗，各位？你看，你看，他给他爸爸送了什么？不愿意下去了，还得是烧饼，别人都抱不动。感谢大家，今天。我也很激动，能跟郭德纲老师还有于谦老师同台演出。您客气啊，这个怎么说？先介绍一下吧。好的，我的名字叫冯阔阳，艺名叫冯兆阳。好啊，谢谢。你看，大伙儿还都熟悉。当然了，我这个艺名是自己取的，啊，所以您记住哪一个名字都不重要。是吗？隆重的得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二位啊。那客气。郭德纲、于谦二位老师。哎哎，我希望各位能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冯兆阳。哎，谢谢。那个，我掰你块桃吃吧。哎，对，咱俩省得尴尬，好不好？就分苹果。怨我。嗯嗯。那我激动的有点说不清楚。说得很清楚了。其实上一次我们爷仨一块儿合作呀，还是在2009年。哦，这么早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表演的节目叫红花绿叶。嗯，是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。哎，这十几年过来，尤其今天再次站在这样的舞台上，嗯，我特别想对二位说一句，嗯，你们是把我忘了吗？十几年，问你呢？问你呢？啊，是忘了。嗨，这倒脆上。忘了也没有关系。嗯，借着这个场合，我想多聊几句。好，说吧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开心啊，说相声这是我特别爱的一个职业。嗯嗯。但是我从想说相声那天起，直到今天，在德云社14年过去了。嗯，我没想过大红大紫。没有想过自己要火成什么样，呵，我可以不火，嗯，但是不能不进步，呵，你这孩子懂事，这孩子啊，但是，嗯，在我进步的道路上啊，出现了障碍，指我干嘛呀？哼，哎，不是，你说说出现什么障碍了？说说，障碍啊。用英文解释就是于谦。哎啊，我还当中文听得了。障碍就是我师父啊。我是你的障碍？对，你怎么是他的丈夫？障碍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障碍。这个我跟大伙说一声啊，对，他叫冯兆阳啊。是是，他是于老师的徒弟。对，我是他师父，他们是这么一个关系。对啊，这个你师父是你的障碍。对，你怎么那么美呀、啊、你抑制不住的喜悦。你让孩子说说怎么就障碍。有什么委屈同着大伙儿念叨念叨。我想说我师父不负责任。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？您这耳背呀是怎么着？哦，他怎么不负责了？这他我说说你听听、哦、这还有贯口、没有、哦、没有，是这个样子。你说吧。各位都知道，嗯，郭德纲老师有好多的徒弟，是啊，以及学生，嗯，按字儿排下来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哎，对，都知道，就相当于上学这个一年级二年级入学时间不一样。嗯啊，我也找我师父去要我字儿。哦，你找他要过艺名的这个字儿？对。哦，我说师父，你看我干爹那边云鹤九霄，咱是不是也来一个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，哪怕您给一个麻利麻利哄。我，你们这针儿拜的是济公，
我都和尚门徒弟是吗？他没有哄啊，他好歹有个字儿啊。对，对不对？我师傅说咱们家没有字儿。哎，我们不拍字儿。我说你好歹给一个。嗯，哎，我师傅急了，没有、啊，你要喜欢你照着来一个啊。他这一句照着来，嗯，我就叫冯兆阳了。那你应该叫冯来阳啊。啊，不光这个呀，往后还有啊，郭兆林，啊，郭兆阳。都是刚才像那小胖子啊、嗯，看见了吧，对不对？这都是给的字儿啊，我就都照字排了。您没给，我们自己起的，孩子们自力更生了。我不说了，我自己改的艺名吗？但是各位，您都知道，我师父可还有一个小动物园呢。对，都知道吧？知道。马场，嗯，动物很多，马，嗯，啊，什么狗、鸡、羊，什么都有。他每个都给起名字了，哦，都叫什么名字了？哎呦，比如那马一身的金毛，嗯，叫金甲，嘿，白毛呢，银甲，哦，还有什么大千世界，万马奔腾，哦，什么都有。最可气的，有一只金刚鹦鹉，取了个名字，叫李贤乔治威尔金斯。你再来一遍，我没听明白。还没说完呢。哦，好，这后头还有后半个名字呢。哦哦哦，汉密尔顿·汤普森签儿。这要是我起的，我是孙子。这个，我哪想得起这么些字儿来呀？我们哥几个加在一块儿都不如一只鸟。您琢磨，是不是对徒弟不负责任？嗯，这就叫不负责任了。你还有别的呢？啊，说，让孩子说。跟李奶奶似的，怎么？开心啊！您再说这个业务方面吧。好，说点正事儿，嗯，对不对？业务方面，我师父捧哏的，哼，捧哏的怎么了？这徒弟们都是逗哏的。哦，那证明逗哏的我也能教，是因为您都教不了了。业务真的不行，咱怎么形容呢？这么说吧，啊，在相声方面，我师傅就好比是，哈哈，是吧？我们想还没说呢，啊，乐早了啊，太开心了，嗯，好比就是司马懿破八卦阵。怎么讲？不懂装懂。迈步不用剪子，那是胡扯。哎，喝酒不用酒杯，这叫胡来。哦，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这个，捧捧孩子。还有吗？也就是跟您一块儿说相声，啊，还能有他的今天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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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差得很远。跟您一块儿，哎，那就是月亮围着太阳转，借您的光。可不敢当。孩子单纯啊。嗯，您再说您那些相声作品中哪有它的存在？你先等会儿啊啊，这我就得跟你说两句了。这相声作品当中怎么就会没我的存在呢？各位啊啊，咱说点大伙都熟悉的相声啊，丑娘娘，这蒸骨三宴，善恶图济公传，哪里有你呀？废话，你说那都单口的，能有我吗？那个。你说哪儿那对口的呀？孩子说的对，对口的也听不见您呢。怎么听不见我呀？对口的，卖布头算是对口了吧？对口的。您看我干爹在舞台上啊，哎呦，四脖子汗流。东山送国炭，他西山挖过煤，他不开过两天煤了，厂子卖过两天煤了，他不堆过两天煤了，他不扛过两天煤了，他不当过两天煤铺的二当归了吧？是，这给我累坏了。哎，有错吗？嗯，就这一个活，报菜名。嗯，对，嗯，这相声演员都得会吧？
到最后我赶紧在舞台上，哎呀，蒸羊羔蒸熊掌，到最后半鸭筒子鸡，你爸爸吃完一麻子熊脯，吃饱了撑死了，您又有仨字儿。但您想想，没有这仨字儿一样啊，吃完一麻子熊脯撑死了有什么用？对呀、啊、我怎么又没想到您还给他一份钱呢？我的天哪，都委屈死我了。相声是艺术作品，嗯，不要把您的理想加在这个相声作品当中。我虽说没听懂，但是我支持你。这你先等会儿，一定会。我跟他说说吧。孩子，这是为了我好。今儿是要干嘛？你什么情况啊？没有什么情况。你今儿要说什么吧？我就是想聊一聊。嗯，这只是您业务方面啊，还有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您不自知。我又一条罪过，怎么不自知？你都说出来，今天，嗯，说，没什么说，来，说，您哥，对，听孩子，嗯，我提一个人吧，啊，孟鹤堂，您认识吗？那能不认识吗？认识，当然认识，打小在我们家长大的呀。现在红不红？火极了，火吧？对了，演电影演得好啊，相声也说，综艺、小品，没错，人家还上过这。春晚呢、嗯、那大舞台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孟鹤堂，啊，名字怎么来的？这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，孟鹤堂那是在我开饭馆的时候，他给我这饭馆当大堂经理，叫孟鹤堂，给他这堂字。哦，大堂经理叫孟鹤堂。对了，那他为什么不叫孟堂呢？你怎么糊涂？你这白混了这么些年，哪儿来的贺字儿啊？这贺字儿是你干爹的徒弟人给的，这贺字儿。哦，哪儿过飞机呢？别跟人起哄行不行？聊你们的没事。给贺字儿给的，这就找着问题了。怎么了？我干爹给个贺字儿，人就成大明星了。到您这没有这贺字儿，他就是大堂经理呀、啊。对不对呀？成了人家徒弟，人就火了。您有徒弟吗？废话，怎么没？谁没徒弟？有火的徒弟吗？当然了，有。你，郭麒麟，你师哥，我不火，怎么不火呀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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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！赘婿，那电视剧对不对啊？电视剧排名第一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综艺人家录的是全国最多的。哎，好着呢，啊，叫什么？郭麒麟呢？啊，这个姓听着那么的美呢。姓有什么可美的呀？你说到头不有句老话讲的吗？啊，人家儿子，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怎么？我也有儿子呀。哎呦！你干嘛老一惊一乍的？你这不说我都忘了。能忘了吗？于老师也有儿子。对了，各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啊，谢谢。哎，这一晃又好多天没看见他。今儿我上的，希望你对他好一点。今儿我上台是一套，可能我都没说话，各位说的对不对？不光是民心，不光说是您这儿子徒弟，怎么了？整个咱这一支儿一个家族都没有一个露脸的。过了，过了，怎么过了？一个家族这一支儿都没露脸的吗？哪有啊？你别人不说，报幕那侯震，那是侯宝林先生长子长孙，相声世家侯爷，那是我师弟。哦，又过一架。你甭这怎么了？我就想问问，我义父认识侯震吗？您认识不认识？谁？侯震啊，给我开车的。啊，知道知道啊，不提侯爷，不提还有谁可提？孙越。哦，行了。哪儿这么一惊一乍的呀？孙越认识不认识？你师叔，我师弟，那能不认识吗？
对呀、啊，给岳云鹏捧哏，这春晚上多了，怎么了？对不好？对对对，没有我干爹，现在他还在动物园喂大象呢。哎呀，这孩子不能这么，你大点声。没有你这么说话的。怎么说话？没有你这样。你看，你要感觉我说的不对，你问我干爹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得问问他。你问我是得问问他，怎么都像你这么解释这几个人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于老师，不是有点事儿，咱得这平心而论。那错不了啊。刚才说那个孟鹤堂是你徒弟吧？是我徒弟。对呀、啊，孟鹤堂现在那么好，那么好的，那个他。不是也是在我家长大的吗？对，这离不开您的帮助啊。那是啊。他在您家住了多长时间？住了三年多。吃您三年多。怎么了啊？那会儿在您那小饭馆当大堂经理啊。那饭馆爱干嘛？早就黄了是吧？ 啊黄了之后这孩子干嘛去了？后来不就拜您了吗？对呀。 啊你看，你想想这道理。你要早活着心眼儿，饭馆能干到现在啊？不自知。哎，不提孟鹤堂。哦，不说了、啊、郭麒麟咱也不提了。哎，我还准备一车话呢。我说好吗、好，咱就说这个孙越。不是还有个侯爷吗？侯爷啊，哎，侯爷也是我师弟啊。对呀、啊、这刚才不说什么开车开得好啊。啊，开车什么道都敢走啊。啊，技术特别全面啊，您师弟，你甭管他技术全面不全面，车队队长。你这个心态真是值得表扬啊，真棒啊！还有一孙胖子，孙越怎么了？孙越挺好，相声我火呀。那是啊，我那会儿一瞧，我说是得让他来说相声来，太可怜了。他在动物园喂大象，我找他玩去，我一看呢，好家伙，大象都露了肋条骨了，他胖的都没人样了。你知道这个人要偷吃饲料是什么样吗？我说你赶紧来吧，上这儿来。他说我不能去，人说相声都有艺名，咱们这个哥们儿一场，我也不能算你徒弟。我说那当然。我说这样，我给你的名字加个字儿，加个月，好不好？哎，以前他就叫孙呐。嗯哦，合着那字儿也是你给的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原来叫孙。他喂大象那会儿，他跟大象之间交流就是这样，他喊大象，哎，大象那孩儿孙，我没有名字，没有事儿，这儿来我起的名字。啊，叫孙越。不是我说吧，太损了。不是你们这怎么就这人？你怎么着吧？你今儿打算上这儿，你要干嘛吧？你怎么着？我只是想跟您讲点道理。讲什么道理？鸟随鸾凤飞腾远啊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得，我听出来了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呐。是你已经准备不少日子了吧？啊。我听你这意思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你今儿上来嘚不嘚嘚不嘚，最终这句话是你要倒门，对吗？对。我他说你对，加个人话对。这所以要倒门这个词能随便的说出来哦。我要想倒门，各位，我有的是机会倒门啊。是吗？我实不行，我上家里，我找我干妈。干嘛？我拜我干妈，我学京韵大鼓啊，对不对？我管我干妈叫师傅，我管我干爹叫师娘。来，什么辈儿啊？这你就是头发短点呗。我见识还长呢啊，对不对？不有什么倒门的吗？你打这不行，这不行，不是为了倒门，各位，你要干嘛？把这话说清楚了。你对最好，您对我有恩。嗯，虽然说您没生我，但是您养了我这么多年，你还知道啊？当然了，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嚯，即便说真有一天我改换门庭，我拜了我干爹当师傅了，怎么着？我也得想着您呢。你怎么想着我呀？咱爷俩一块儿拜呀。你看这玩意儿，这就是孩子有心呢，是吧？孝顺呢。嗯，爷们儿最近没少学习呀，这都拉平了。何止了、您要还念着这个师徒之情啊，我再给您提个小想法。你怎么着？您带着郭麒麟咱仨一块儿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。不，您咱们爷仨一块儿，我带着你们俩。对呀、咱们一块儿拜他为师啊。您放心啊，您放心、啊、我肯定不跟您争。不争什么？大师哥肯定让给您。郭麒麟要有想法，我去说服他。你甭管是花钱呀、
他到现在也是你师哥，你说服他。我的意思说服他让您当大师哥，这用说，我问问他不就完了吗？行啊。哎，我们仨要倒门倒到你这儿来，我能不能当大师哥？于同志，咱们把话得说到前边啊，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咱们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小冯呢是您的徒弟，对啊，啊本身呢他也是我的干儿子，对，哎咱们爷儿几个关系一直很好，嗯，但是突然间角色转换，你真的让我想一想。你现在就想，你给我个准信儿。不是你说的，您郭麒麟冯兆阳你们仨一块儿拜我啊，对对对，是因为这个其他的什么，这是哪支啊，哪个谁的徒弟，这个都不重要啊，啊但是你们仨要拜我，这个怎么排呀、啊？行，我得大师哥，我岁数大呀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这咱有什么说什么啊？怎么了？说咱们私下里换一个位置聊天哈，老于、老郭，咱都行啊。啊，但咱真说到这儿，郭麒麟是我大儿子呀。他这人家孩子，好家伙，出去拍戏去，忙去了，再回趟家，好家伙，他前面多一大哥，这玩意儿我跟孩子没法交代。你没法教的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也不能排他后头啊。岁数有什么关系？是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他管我叫爸爸那天，你还没叫呢，对吧？完了，瞎正经这玩意儿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知道吗？你说没有用，人家不答应，我不会同意的。不答应，你换个角度去思考啊。我还怎么想啊？您琢磨，咱爷儿仨。一块儿拜了他为师，咱师父是谁？是他、啊、师爷呢？侯月文先生，那是艺术家呀，啊在我心里位置高，在您心里位置好啊，那我叫三爹呢。对呀，啊咱当了侯耀文先生的徒孙，不应该荣幸吗？我有什么可荣幸的？我以前叫三爹，现在我叫爷爷了，我还荣幸啊？您这也是亲上加亲，隔辈儿亲呐，最疼了，我告诉你吧。嗯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在琢磨侯石当年黄金组合呀？对，对不对？我师爷那边也不会挑理的呀。石富宽先生是明事儿的人，就是他不会跟你挑这个眼的。不明白是吗？可不是嘛。你再想，咱这样，咱退一步讲啊。你退了不少步了，你啊。您不是大师哥，冲您哥俩这关系这么多年。啊嗯，要个云字儿还能不给这面子吗？云字儿他能给我吗？是啊，我要一云字儿横行吧。云玉仙搁前头了吧，这字你把我姓都给改了。云玉仙多好听嘞。没听说过，我得搁中间啊，这字儿啊搁哪儿都不重要。搁哪儿还不重要？云字儿不重要，你得往后想啊。怎么着？对不对？您琢磨云字儿现在已经有好多了。十几个了。对不对？13个了、啊。唯一现在最少最稀少的，各位你得排到最后一个海字儿啊。云鹤九霄龙腾，我老莫了。老莫最好了。老莫怎么着？您琢磨收到咱们的时候前头都100多个徒弟了。啊，咱100多个师哥呀，怎么了？100多个师哥就能给咱收至少1000多个师侄啊！那时候好几千人管咱叫师叔，咱不得美得慌吗？我还得管人叫师爷呢，我这像话不像话？重点在这海字啊！咱你少来这套吧，您就关门弟子了。我甭关门了，我开着门吧。哪儿我就关，我明白了，哪儿啊？我这好家伙，我都。跟你们一块儿，我这本来我当师傅的，后来我给人当徒弟了，到最后我连云字都没混上，我还能弄一关门徒弟啊？我这不像话了，你啊就没边儿好意。我知道逮一上台来，你说的就不对。别着急，还甭逮一上台来、哎。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咱们逮一上台来，你这范儿就不对。哎呀呀！你打小时候在家里边学艺的时候，你一直就不踏实，哎哎、你这心里就有鬼。哎呀哎呀！啊，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，你一直就憋着倒门管我要字儿、哎，这都不，我告诉你，心坏了。哎呦，这么长，我跟您说 啊，您看出来了。我跟您说啊，哎哎哎这孩子啊。心计不对，哦，心态不好。我跟您说，您要是收了他，怎么样？又多一叛徒。我的个天爷呀，这还没收呢啊！什么呀？这都让您看出来了。废
话我跟您说啊，这孩子就不能收，我不能收。这么说吧，啊，收我您都不能收他，我收你都不能收他。对了，儿子叫大哥，大哥。这世界很酷。老于啊，于谦是于老师，观众很喜欢。走了街上后，说相声来认识，有叫不上名字。嗯，姓于，半熟脸。于，他就站住了。我还真听话啊，我还站住了。观众喜欢吗？那也没有当牲口这么叫的，是吧？我也喜欢您呢啊，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，嗯，我都爱。说您喜欢艺术，我当然，你是好多东西你做了专业，这个未必哦，挡不住我喜欢。那是爱好。长笛儿，我喜欢笛子，我吹过笛子。哦，当当当当当里边当当里边当里边当当当，是笛子曲子，当当当当往里当。啊，爱这个，我跟我媳妇说了，啊，我死的那天，啊。把这笛子跟我一块埋了，您就那么爱呀？爱着，到头了。说呢？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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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全睡这一个。我跟我媳妇说了，我死那天一块给我埋了。二胡，这都是民乐呀。当当当当当里边里边里边当当里边当。我死了一块埋。二胡，我后来看见编钟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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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多闹啊！怎么着的？我媳妇说了，啊，国家好容易刨出来，别买了。哎呀！我说你编钟干嘛呀？不是，我就说，我有时候特别佩服这个乐队啊。啊，一根小笛子，是一个小乐器，那么大我高兴。那是艺术。哎呀，了不起呀，啊！享受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对呀，人人都想有成绩。哎，对，给社会带来欢乐，做贡献嘛，造福人民。是，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！哪行哪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啊！走了街上，啊，我那站着吧。是，三教九流，男女老少妇，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，啊，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，那就有贡献。哪怕说一个。赶大车送菜的，哦，赶大车打郊区来，四脖子汗流，赶一大车，嗯，拉着一千斤白菜，哦，牲口跑着拿大鞭子，多累，是，啪，驾驾驾，对，晃晃晃，赶车嘛，他累不累？累啊，但他很快乐，啊，你看着很枯燥啊，啊，这有什么？驾驾，是，晃晃晃，就是赶车嘛，你没有他，咱们怎么吃菜？没人送，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。您佩服他，我就想夸两句。哦，谁是我儿子？他说：“我。”哎呀，给人民带来快乐。谁给谁带来快乐？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。谁是我孙子？啊，我！哎呀，这位也不长记性，这个。哎呀。谁是王八？他说什么？拎着鞭子过来了。哎，对，要抽你那是。他有不厚道的一面。那也不是谁不厚道。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。占便宜了吗？乐得我牙都快碎了。什么人性？美死我了。啊，庆祝一下吧。这还庆祝？买二斤螃蟹。没了，秋高气爽，正是河蟹肥的时候。吃河蟹，来二斤，二斤螃蟹，记着大个儿挑。好，哎，装好这先，嗯，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。你先呢？我美的跟什么似的？不，别说，二斤螃蟹要50多个呀，多大个螃蟹？这么大吗？那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。你见过团旗的5分？对呀，亏着您还能看出团旗来。棋子蟹吗？哪有棋子蟹？围棋蟹吗？
瞎起名字，这个拿家去上锅蒸，跟我爸爸坐一块吃，敞开了吃，吃您这饭来四个没问题，来啊，饿吐血了都，老头儿也高兴，啊，还喝点。你爸爸是包螃蟹的还是割毛豆啊？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，吃螃蟹有这动作的不是？细致吗？也是慢工出巧活嘛。细致怎么出肉啊？啊，老头一边吃，我就烦他这个。怎么了？破嘴，嘚嘚嘚嘚嘚嘚嘚。说什么呀？你啊，干点正事儿吧。啊，一天到晚的 啊。你说你混成这样，一天到晚一正形都没有。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，你看看你，嗯，你一无所有，哦，你脚下的地在走，你身边的水在流，你的手在颤抖，你心中的泪在流。你爸姓崔。你爸爸叫贱。我爸爸说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说你别唱歌词儿，这听话啊！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说那也说的。我说爸爸，您别生气啊！这不转过来吧？你分三福吗？你这我说说这呢，我不混挺好吗？别废话，小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啊，沾酒就醉，见事则迷。育才起义，提笔忘字啊！你就一个优点，什么？一瞧这大娘们儿，那眼就变数码的了。那是我们够粗俗的。我是哪那么些话？真是，我就这样，怎么着吧？怎么着？你就不听话吧？哎，小兔崽子，骂上了。我爸爸，你可别说这个啊！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。为什么？从遗传学说，对家长不利。哎呀，跟爸爸反格。爸急了啊，撸我胳膊挽袖的，嗯，老娘跟你拼了，母父吧，还是有哪家有说这词儿的吗？爸好晦气，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啊？小玩笑嘛，你爸太没溜了啊，没溜，我爸没溜啊，你还没见我大爷呢，更没溜了，我大爷不光没溜啊，人缘还不好。在天安门那儿打死，就地埋了，十五年没人问，好人性。嗯，他一天到晚没正形。是啊，打架去，跟人家出去打架，给人平事儿去，拿菜刀砍人家，哎，偷人苹果，这什么都干过，人流氓。我劝过他，啊，大爷您别这样，管我，你管我，我是道上的，知道吗？说，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。我这一辈子活开了，我这样很快乐，是，知道吗？你别老往上看，有事往下看。怎么往下看？你往下看，你会活得很快乐。怎么看？你让我想想，啊，还说你不道理。怎么说？人活着就是这样，你老往上看，你好不了，非死不可。哦，往下瞧。怎么瞧？你做买卖，你赔钱了。赔了。你还有跳楼的呢，跟他比，你很快乐。哦。哎，对不对？我没跳楼。你这生一闺女，你恨得吗？是。那还有没孩子的呢。哦，对对对。你这失业了。那还有失身的呢，这没可比性，知道吗？想很快乐，是吗？啊，你媳妇不要你了？啊，她也没要我呀。那你有什么关系呢？知道吗？我想有道理啊。我这可是有一样，大爷，我要跟您一块儿行，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质。鬼了神的，我心里总受不了啊！人总说暗示亏心，神目无电，孩子甭信他。行，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，是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。我们太让鬼为难了，人多知道吗？痛痛快快的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啊，我一想有道理啊。是啊，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，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。够呛，甭够呛啊，压根儿就没戏，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。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，嗯，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。什么道路？你看啊，你非挤得我说什么？怎么？我不能说，我怕他们知道我逮我。我是黑社会，我可不能说啊，不能说，还不说呢？您都嚷出来了。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？还组织？这组织。看过电影《古惑仔》吗？
知道。大伙啊，来站站，我们就一块儿了。香港那黑社会，红星社知道吗？古惑仔里头有。我叫红星的。哦。不过我不是总部，我是分社的。我牛栏山的。红星，我牛栏山的。二锅头。别，二锅头两瓶。不同产地，什么叫两瓶？我们有组织，你有事儿用着我，我有什么事儿能用着你们？黑社会吧？啊，你看我穿多黑，我这也是黑的，你我照的你这，没有这么大反劲儿。你有事儿，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平事儿去。我能有什么事儿求你？你办事儿不求人？那倒不至于，你家就没事了。有事儿也求不着你。哎，你看，我举个例子，你说，哎，你家什么事儿？嫂子，嫂子读书，我媳妇，你媳妇啊。前列腺吧，对，跟王大爷的一样，哪有王大爷接出口来？行行行行行，没有啊，女的没有这病，没有啊啊，腿坏了吧？腿坏了，腿坏了啊！我大夫给你接，哎，接反了，俩科膝盖触碰，丧心，哎呀，狗啊，这怎么的？科膝盖触碰是狗，知道吗？医疗事故嘛。事故那叫是事故吗？哪有事故啊？医疗事故吗？啊，咱给你评事儿。怎么评啊？我让那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。你砸人玻璃？扔大粪也行啊。不过这得单加钱啊。那当然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。哎呀，您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，我告诉你。有事你说话，我什么没有？没有，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，还修炼？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，人五人六如何说？不是，不行啊！我刚开始进这行，都瞧不起我，哪行都这样，同行都欺负我，是吗？瞅着一脸过来了，这就一嘴巴，一大嘴巴，人家闻着一身花，光着膀子，这儿两条带鱼，不是带鱼啊，我瞧清楚了，啊，如戏珠。我一大妹打完都不敢还嘴儿 啊，人家比咱进门早。哦，这一入门，怎么打我了？嗯，你怎么不戴帽子呢？这就打。你说这是道理吗？管着管着，那不要紧的，进这行守这行的规矩。哦，转天戴个帽子出来，那就行。走一句点，白打。谁让你戴帽子的？哎，你这哪说理去？都不行，我得找我大爷去。哦，他是这行里边的前辈。就是头给我出主意，老欺负我，你说说呗。开个道，走到我大爷家门口，进屋里边，打我这个，跟我大爷正说话呢。聊天。我打了他，怎么怎么着？我大爷说：“你这不对啊，你打人都有原因呢。什么叫戴帽子？没戴帽子，就是不像话。你得打他心服口服啊，知道吗？比如说，你可以这样，怎么着？走一步一点，你跟他说，对，给我找一大姑娘去。他给你找来了。要是胖子，你就骂他，为什么不找一瘦子？”这再打，找一瘦子，你为什么要胖子？找个鞋茬儿，哎，去，给我找件褂子去。嗯，我找西装，你打的。嗯，为什么不找制服？找了制服了，啪！为什么不找西装？没事儿找事儿。我一听，我不能进去了。怎么？我大爷不向着我。对了，净给他说话了。转天走对脸碰见了，过来。我心说坏了，啊，看你干嘛？怎么着？啊，给我找一大姑娘去。找一胖子，找一瘦子。哎，这回我领了两头堵，他都问你啊。我找件衣裳去。啊，要西装，要制服。哼，啪！怎么还打呀？你怎么不戴帽子了？你那还这样？好，他就要打你，怎么都能打上？我找我大爷去了。啊，我退出去行吗？我不干这行。哎，你这行忒不说理了，谁想得到都问回来了这玩意儿。大爷踹我不要紧的，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知道吗？这是锻炼你的心理素质。这个，这是打你疼吗？疼啊！那是练去。怎么练？练去，练挨打。挨打怎么练？练完挨打，练打人。哦，你以后就能独当一面了。哦，我说您教我，我教你。嗯，先小打砍刀，先练刀砍人。我不敢练呢，就去练胳膊。啊，你没劲儿不行，得有劲儿。这胳膊得有劲儿，得抡。我怎么劲儿？练，抡，拿刀，拿刀劈，就这么劈。哎，我说这怎么着？你这样，一般这手抓着，这手劈，这砍人吗？哎，你好比说你这儿就有一个人了，我抓着一人，哎，就拿刀这么砍着，就真抓人。刚开始练的时候，你别这样，你拖块面，啊，拖块面，然后你拿刀，这么练。您练
菜的时候前面也搁一锅吗？坑啊，那就是刀削面，知道吗？不是砍人，不是练功啊。白天跟我大爷在他单位练这一块儿，啊，是爷俩一块练。白天练刀，晚上练掌。掌怎么练？我大爷有练功室，不，你瞧不见啊，烟雾弥漫，乌烟瘴气，挨打都怕跑了啊，一丝不挂。我大爷拿手就被手缠上，怕伤了人嘛，哈，哈，挨打的喊，呼，别来，回来了，这是晚上，啊，是啊，明白。您这工作，白天削面，晚上搓澡是吗？练功。练什么功啊？你这是？我还练跑步呢。跑步练的干嘛？轻功啊！万一警察追你呢？好跑，走啊！啊，早晨四点就得起，那么早出去练轻功去？怎么练？刚一出来，警察过来，哎，喊我，啊，我心里不亏啊，没办事。对，我虽说我自己知道我要开车会的，这我自己知道啊，好吧？嗯，他练不许吗？哦，许，啊，回去把裤子穿上。干什么也没有光着出来的，知道吗？起猛了，人家人也太打发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打架跑，跑到昆明湖，破釜不见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我能跟那古代那个人似的？干嘛？跟水面上腾腾腾腾腾过去？那是轻功啊，登平斗水，啊，走虎山年，对，我就行了。嗯，跟着看着，望水兴叹，有高人，小子，啊，愿意教吗？愿意，教给你。嗯，回去练，腿上绑沙袋。哦，天天跑，是一天比一天沙袋沉，三个月打这儿你过去没问题，轻功成了，这有房，高人我谢谢您。嗯，回去弄沙袋，天天跑，一天比一天沙袋沉啊，嗯，到最后解开这个，身轻如燕啊，来到这个昆明湖这儿，我三月练成了，哦，站在这儿噔噔噔噔过去了，有功夫，身上没水，好功夫，冬天冻上，啊，这摔跟头出溜也过去了，知道吗？也行，什么也行啊，啊，就这功夫，打这起我算成功了，这就叫成功，打这起我就了不起了，呵呵，有几个小弟跟着我，您还有兄弟，跟前有一孩子14了，不上学了，非跟着我混，好，来孩子，有发展，有志气，知道吗？哎。人往低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！来跟着我，全下来呀，跟着我走。哎呀，啊，这是我的小弟，还有一下岗工人，拄着拐啊，我也跟你混。好，跟我走，你当个保镖。残疾。嗯，还有一哥们儿，啊，小儿麻痹，摇着轮椅也跟着我。哦，哪黑社会福利院呢？什么劲啊！跟我一脸面，笑死你了。我满处走，我高兴，庆祝一下，吃饭，喝酒，痛快痛快。啊，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。呵，啊，来半瓶啤酒，咱几个人一对方胸。哎呀，酒量太小了，一人来一两，一人来一两。啊，哎呀，吃完就吃，庆祝一下嘛。哦，成立了嘛。来，来碗拉面，赶紧，哎，吃拉面。哎呀，酒足饭饱，嗯，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5:30的马甸似的，腿一块儿。哎呀，痛死我了，高兴。一走，哎。哎，我手机哪儿的？呵，丢了！我都黑社会了，还有人扣我？哪有黑社会？您告诉我黑社会？哎呀，我手打一电话啊！哎，通了。一般偷手机的不敢拍啊，对，不敢接，偷完就关了。是，我这还开着呢。喂，哦，我手机在你那儿了。嗯，啊，在我这儿了。呵，还敢跟我这儿说话啊？嗯，你哪儿了？啊，你40分钟，你上清河找我来。我怕你。啊，我有队伍的人，把车摇过来，来，扶上拐，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，清河平日的，哎呀，还瞪着我，坐后边搂着腰，后边跟一拄拐的，哎呀，腰子里的，黑社会太惨了，知道吗？千万别入这道，到清河那块，不是代班，你哪儿了？我们到清河了。你猜来啊？是，一个半小时以后，5楼见。啊！你给我弄死你吧！真的，自行车，拄着拐，摇轮椅，摇到一半，摇轮椅，别说了，啊，我退出行吧。哎呀，我手都破了。哎，啊！我不去。哎，我就笑死你了。到5楼打电话。啊，你在哪儿了？我们到了，你猜到了。50分钟，前门见。哦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
蹬啊，怎么拄拐这偷就跑了啊？哎，是，就剩我们俩玩命蹬啊，蹬到前门打电话，您哪儿啊？啊，哪儿了？您这会才到，二十分钟，菜会营见。菜会营了，这孩子下来，你自个儿骑着去吧。哎、我受不了了，车都给你了，蹬，蹬菜会营，等我真弄死你，我削死你，我挫死你，我啊，等，敢偷我手机？嗯。正看着呢，来辆公共汽车，哦，车门一开，司机下来了，啊，下回坐车呀，惊醒点，手机落车上。哎呀，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。他走了，我才明白，我跟这819跑了一圈了。门口这上街收保护费，您凭什么找人收保护费？推门就进来了啊！以后按月交保护费，知道吗？哦，出去！嗨、哎，你看这哪儿？啊，派出所。让你出去真不错了，我一身冷汗呢、啊。是，这他妈给我留下。那、啊、是啊，嗯，斜对门海鲜城啊，这是买卖。西层楼海鲜城，大门还有钱。嗯、啊，我的。推门我就进去了啊！哟，水族箱里都是螃蟹，螃蟹，哎，龙虾，哎，鲍鱼，黑社会什么都没见。四个保安把我搀出去了，二位轰出去了。到最后他不推我，我真以为是搀的啊！真的假的？我想了想，我是干什么来的、啊？我是收保护费来的。还想就回来了。经理呢？老板呢？哦，站住！横劲儿来了，老板来了。哦，您是黑社会的，收保护费来了。啊、哦，啊、哦，您好，以后您多关照，这不要紧的。好，今儿不能白来，我得吃你。啊、哦，您看您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，你也没有别的，嗯、我就喜欢这带壳的。好、哦，给抓把瓜子儿啊。啊！海鲜城特色瓜子儿去。我一边走，我恨啊，真吃啊。嗯，累坏了我了。啊、小弟们也不跟着我了。我一个人一样了，自己干了，我有能耐，有什么能文武双全，我怕什么呀？啊，是是，我这趟街最起码门口这趟街是我的。您要脸不要脸？我以后我不上你这来，谁让你来了？没羞没臊，我才不去呢。啊，请我也不去，没人请我。我上那边还一家呢。什么呀？那叫什么？迪厅啊？啊，蹦迪的蹦迪的地儿。啊，晚上开门我去。啊，到门口，哥，我收保护费的来了，上这儿来。好、哦，那边买票去，快买票。我是黑社会，买票去。哎呀，等着我。买完票回来，你敢不让我进？废话，你敢不让我进？有票谁拦？吓死你呀、啊！迈不进来，坐在这儿啊。音乐噔噔，我这个心呐噔噔，救命啊！太高的声，救命啊！保安过来，憋着鼻子，撬开嘴，给我倒速效。啊！就你这个货，还有脸出来啊？给我送家去了。嗯，我一想，我没有人就活不了。是啊，我给他们做了个锦旗。嗯、啊，写着“人民卫士”，都给送上。哎呀，太给黑社会丢脸了！以后你们这儿提我有事提我啊！还提你干嘛呀？今天，看来这不是酒吧？上酒吧？我到酒吧，我去、哦，我去收保护费啊！往这一坐，来杯酒。咚咚咚咚咚，倒杯酒，坐着喝。哎呀，不错呀啊！你看今天我来了，啤酒打折啊，天天打折。谁告诉你的啊？谁告诉你欺负人？我是黑社会的我。哎呀，还喝？喝着喝太多了，我得上厕所。我掏出一张条来写上。干嘛？我是黑社会的。我往里边吐了口痰，压在我这杯上，怕人偷酒，我上厕所去了。我一看，没人敢动。那是啊，没孩子那儿、啊。我不是黑社会的，我也吐了口痰。我想了又想啊，还有脸洗？太恶心，是恶心啊！啊，我都替你恶心。你也喝了？没有。我先看条就对了，撞着条先喝的，太自信了。回来我想了又想，
闷声他不怕了，是没纹身呢、啊，就靠这，看人家那身上那个龙都满了，啊，主要是你扎你疼不疼？当然疼了，我才不犯那傻呢，您买小孩贴的那个贴画，不，我来大个儿、啊，贴满全身，不要你蓝的，都贴蓝的没意思，我来个红的。等等，贴红龙后背，我站满了，不站满了，后背都站满了，站好了，穿个小褂。嗯，哎呀，北京人不好骗。嗯，我上车站吧，火车站，火车站外地人多，我吓唬外地人，往这一站一解开，这样，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。黑社会的，刚说完下雨了。这帮人都往后退，退到房间里躲雨、啊、我要过去，老家借光、啊、我背雨没身子了，怎么雨里边也站着，他都站着四十多分钟、哦、雨停了，是我这都花了啊，他模糊了，把钱都拿出来了，我是收保护费的，还要钱呢，老乡们看看我、啊、你这都流血了走吧、哎、我是黑社会，我后背还有呢，解开衣裳，看后边，看后边，我是黑社会的。是，老乡们乐呀，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闻着蜡笔小新呢？这贴错了，这怎么着？我很尴尬。那是，但是我不怕。怎么？我自己可以唱歌。唱什么？大象大。别唱了，你唱分成蜡笔小新了。我是黑社会的，你们。可怜可怜我吧，真的真管用啊，真是啊，纹身太管用了、啊、怎么给五毛的，给一块的啊，给苹果的，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，哎呀，拿着当要饭知道吗？怎么我受保护费的，怎么样，他一挥手来四十多个都烤白薯的，嚯、哦、这顿打我呀、哎、一边打一边说了，我们原来也是收保护费的，哎呀，咱都卖了白薯了，但凡好蛋谁干这个呀，啊，不提了，前辈，别，弄你一头甩着呢。前辈们，您我刚进这行，我怎么能挣钱？怎么不能挣钱啊？我们这都小好了，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？找夜总会干嘛？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嘛，哦，你也能挣钱。对呀，您这出主意，我很喜欢上那个地方去。是啊，风化场所。啊，我虽说没消费过，但我一直渴望上那个地方工作。对，你也没钱消费的。谁说的？我这不正收着保护费呢吗？收上来了吗？门口不来有一家啊，晚上我去了，一进门有一个小姐跟人正哭呢。哦，哎呀，没事，有事出口说，别哭了啊。您高寿了？嗯啊，老太太呀，看岁数不小了，三十怎么了、啊？哭成这样，我说今儿上这来玩来的客人，还是不给钱啊、嗯？说好了给钱不给钱，还欺负人啊，还骂人还打人，哎呦，太不像话了。是，一天给你多少钱？100，我先给。哎，你给，先拿着，先拿着。在哪屋呢？啊、我给你拔窗户去。噔噔噔，往楼上走。我说这是你啊？啊，出了消费来不懂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不对呀、啊。是啊，道上没有这样的。是、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啊，我挺恨得慌的我啊。拐弯往家走，那有一烤白薯的，我当一脚我踢了楼梯房。嗯、啊，这是玩笑的场所，花钱的所在。你不带钱能出来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的性质很严重。哦啊！把钱给了，不给。怎么着？真好。有时候你想想，哼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是擦了，知道吗？嗨、哎，别提这个。我不擦，我都吓一跳。啊！你真不给吗？真不给。啊、当然不给就不给。咱们交朋友也好的嘛。交朋友。以后到这儿有事你就提我。啊！哎，这还像句人话。啊！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叫于谦。不是。